九九乘法啊，九九乘法。各位评审、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自学同南联队的蔡国宇，我负责的领域是数学。我今天抽到的题目是九九乘法。我有设计了两个游戏，第一个游戏是一般的那个乘法的练习，但第二个游戏是那个会先给一个答案，然后你要在九九乘法里面选到两个数字可以乘的答案，可以是那个给的答案。我这个游戏有一个特别地方，就是它的题目都是随机的。我先示范一次，第一题一乘六，然后如果答对，就会给一颗苹果，也会有音效，49。然后这种是第一关，它分数只要到五分，它就会到下一题。如果答错的话，它分数就会减低。答错的话也是扣一分。分数只要大于五分，他就会说你是数学小达人。我的报告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我们的自学同仁啊，也对。